一个柔弱女子的疯狂举动。根本我不相信那是我能做出来的。一段段血腥视频背后的神秘群体。每拍一次视频，老板都会给他有一个纯英文版本的剧本。是为了金钱，还是某种特殊的嗜好？血色高跟鞋，看见正在播出。我想着如何原谅自己，让自己的心里能够好过一点，但是我做不到。裂痕是镜子永远的伤，一旦有了裂痕就无法弥补。人生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而我这面镜子已经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再也无法平复。我永远都无法忘掉这段阴影，那已经成了我一生都抹不去的污点。这是一封忏悔信，20多天前，11月25号，它被公布在发行量不小的华西都市报上。这大半个月来，这封忏悔信已经被几百万人看过。不过写下这封忏悔信的人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谅解同情，反而引来了更多的愤怒谴责，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希望把他从躲藏的黑幕后挖出来。他就是最近在网络上激起众怒的虐兔视频的主角，虐兔女。11月14号，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段4分多钟的视频。视频中，一个面容清秀、留着长发的年轻女子从笼中取出一只小白兔，先是亲吻，然后抱着小白兔甜美地向镜头打招呼。 Hello, how are you? 随后她将兔子扔在桌子上轻轻作压。之后残忍的一幕发生了，这名女子拿起一块厚玻璃板做了个鬼脸，然后将玻璃板压在小白兔身上，接着整个人坐了上去。天哪，我哭了个几分钟。整个过程中，这名女子还不断对着镜头唱歌摆 pose， 直到兔子变形死去。一旁还有两个女子笑着观看，地上还躺着两只血肉模糊的小白兔的尸体。虐兔视频，虐兔视频，虐兔的视频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关注和谴责。这个虐兔女到底是何许人也？虐兔视频一曝光，愤怒的网友第一时间对虐兔女展开了人肉搜索。很快，有网友用口音推测，虐兔女应该来自四川。更有网友根据视频中房间的样貌，判定虐兔事件就发生在成都市一环路某小区。11月24号，虐兔视频曝光的第10天，有网友爆出了虐兔女的生活照。更有网友认出，此人正是自己四川某大学的同学。随后，虐兔女的信息被陆续锁定。该女子姓黄，毕业于四川某大学英语专业，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目前已婚，丈夫是一名设计师。而这些也是目前为止网友们能查到的关于这个虐兔女的所有信息。我说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谢谢你加了我。他说姐姐你真好，你没有骂我。他这句话然后让我听了，我心里挺难过的。徐晴岭，华西都市报记者，是目前唯一一个和虐兔女有过直接联系的媒体记者。他曾跟黄某进行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 QQ 采访。他就说他有一天在家里正在弹钢琴的时候，接到他妈妈的电话，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了。他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他想了很久，然后告诉他丈夫，而且他提出了离婚。他说他不愿意连累自己的丈夫，但是他丈夫给了他一句话，就说我要陪你共度难关。徐晴岭说，他是通过报社里一个同事联系上虐兔女黄某的，这个同事恰好是黄某的中学同学。除了 QQ 对话，
徐秦岭还和黄某通过电话，这也是到目前为止除了虐兔视频以外公众唯一听到的黄某真实的声音。关键是现在根本就不能报警，那我们就试着去做做看吧，说不准你就成了其中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好不好？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算是赎罪吧，因为毕竟我真的是杀掉了小兔。您知道吗，就是我今天我第一次看那个视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表现成这样，我觉得我真的是疯掉，我根本我不相信那是我能做出来的。Hello, how are you? 晚上。那老板有没有给你吃一些兴奋剂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有吃什么兴奋剂啊。那怎么会？就是他给我水喝吧，也是那种封好了的，就是那种新的，好像就是刚从商店买的，那上面那个盖子都还没拧开过。徐秦岭说，尽管他和黄某进行过多次沟通，可黄某始终不愿意出面。他说他害怕一出门就被人认出，被人唾弃。在网友强烈的谴责声中，10月25号，虐兔女以黄小小的名字向华西都市报公开了一封忏悔信，称愿意通过报纸向所有曾虐杀过的动物致歉，向受到伤害的网友致歉。信中黄小小这样写道，曾经听老人们说过人是有轮回的，当初当成故事在听，现在我希望这是真的。如果有下一个生命的轮回，我想变作一棵树，和自然融于一体，没有情感，也没有烦恼，没有思想，也没有伪善，就这么简简单单。没有情感，也没有烦恼，没有思想，也没有伪善，就这么简简单单。有记者根据网友人肉搜索的结果，找到了黄小小高中时的几位同学。在同学们的印象当中，黄小小为人低调，性格温柔，喜欢英语，还喜欢养小动物。大家真的是难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女孩为什么会做出那样残忍的举动呢？还要拍成视频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拿到毕业证呢，所以只能做兼职。看到同学都在忙活，我要是落后了很没面子。这些是黄小小和徐秦岭 QQ 聊天的原始记录。黄小小称，虐兔视频大概拍摄于2-3年前，当时自己大四，面临毕业。别的同学都在忙着找工作，而他家境富裕，家里人并不希望他出去工作，但他还是通过网络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用脚拌沙拉，也就是穿上高跟鞋脚踩水果，然后拍成视频。他说看你腿长就行了，问我能不能穿高跟鞋。那当时老板有没有说报酬？100块。心里有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工作？这里面是否会有问题？想过，我还问了一下老板，说是有心理问题的人看到，他们很有钱，我觉得也是好事呀。他们看了这个，发泄心里的暴力，就不会干出变态的事儿。黄小小说，自己接下这份奇怪的工作前，老板保证这些视频绝不会出现在国内的网站上。第一次拍视频穿高跟鞋，他还摔了好几回。没多久，老板就要求把踩水果变成了踩面包虫，他恶心的吐了。但老板威胁他，如果不继续干，就把以前踩东西的视频公布到国内的网络，自己只能接着干下去，直到踩猫或兔子等小动物。您可能不相信，我养过小兔子。那你当时坐上去怎么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有剧本的，那些客户写了一个剧本，每次都有。那次我拍了3只。你那么喜欢兔子，怎么忍心坐上去啊？
前两只没有怎么笑。老板说表情不对，不能有一点怜悯，要重拍。拍完了你心里难过没有？前两只如果有视频您就知道了，我忍不住的想吐。那你可以不干啊。可是我在他那里拍过其他视频。据黄小小说，每次采小动物他能收入200至300元。他还清楚地记得虐杀兔子自己每次能得到400元。两年前老板有次打电话来说那个网站已经封掉了，从那时候起我真正解脱了，再也没有做过。这几年我不敢去回忆这个事儿，我真的想一切重新开始。黄小小说，这几年来他持续做着噩梦，总是梦见被人追赶。虐兔视频被曝光后，自己甚至有些如释重负。我真的好解脱，那天我觉得我像是从监狱里释放了一样。不过对于虐兔女黄小小就自己的行为做出的解释，很快就有网友指出她在撒谎。因为怎么说，她作为一个模特，你在没有那个利益的前提下，她会不会去拍这种玩意儿？还要冒着曝光的那种风险，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网友孔雀明王曾是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反虐杀联盟论坛的版主。孔雀明王说，从2008年至今，自己一直潜伏在一个虐杀小动物视频爱好者聚集的 QQ 群中，两年多来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证据。这期间他注意到了许多视频都有黄小小的参与。据他说，就在去年的新片里还看到黄小小拍摄的视频，而在黄小小的陈述中，两年前自己就已经脱离了那个行当。他拍摄过的那些片子，那些目录啊，从他留着一头长头发，开始到他把头发剪短了，然后呢，那些头发又慢慢的留长了，也就是说他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年的 Q 群没有被曝光，没有被解散之前，里面的人还在讨论他的芯片，他的芯片就是光脚踩死兔子的那些。New business, Emmy. Hello, Hello. 在虐兔视频曝光后不久，孔雀明王爆出了又一段类似视频。画面中被虐杀的对象还是小白兔，而施虐的是四个穿着短裙和高跟鞋的年轻女子，他们轮流用高跟鞋把小白兔踢来踢去，直至其死亡。经过辨认，网友们发现，在那四名年轻女子当中，那个穿紫色衣服用英文给其他人做介绍的女孩，还是之前的虐兔女黄小小。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有想过，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没有。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也许您还记得这段对话，也记得这张阴影里的面孔，尽管已经过去4年多了。这是2006年新闻调查做的一期节目，一只猫的非常死亡。2006年2月，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子踩死小猫的全过程在网络上以视频和图片的方式出现，同样引发了无数网民强烈的愤慨和声讨，当事人就是画面里的王某。孔雀明王告诉我们说，无论是虐猫女王某还是虐兔女黄小小，在所谓的行话里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女王。和虐兔女黄小小自称每次踩踏虐杀动物报酬是200到400元不同，据孔雀明王说，女王每次出境的酬劳是从2000到6000不等，其中女大学生最受追捧，像黄小小这样长得漂亮又会说英文的女孩得到的酬劳往往更高。当然这是近几年的行情，
也不排除有刚入行或被蒙骗的女王酬劳确实较低。这些女王她具体都是哪些人？比如除了大学生以外，她还有其他一些来自于什么样的人群？来自一些比较就是社会低层的那些，也就是我所提到过的发廊妹或者性工作者都有。孔群明王说，在自己潜伏的那个虐杀小动物视频爱好者聚集的 QQ 群中，有一个女王，19岁，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女孩还把自己的照片发到了 QQ 群上。她是一个家庭比较富裕的那一种，几百块那是对她来说她根本就满足不了她。她有把她自己的照片发到这个 QQ 群里面。发照片是为了什么呢？虚荣，因为她当时是比较受追捧的。你想想看，一大群疯子围着自己团团转，把自己好像明星一样的膜拜，你能想象他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而那些施虐的女模特呢，也享受这种虚荣感呢。我们也跟他说过，要是你万一被曝光了怎么办？他说大不了去整容，他还嫌自己不够漂亮。在2006年虐猫女事件中，当事人王某接受了本台新闻调查栏目的采访，而她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的女王。我看到那个时候的你一直是面带微笑的，这是对方对你的要求吗？不是，毫无表情愿意怎样吗？你自己没注意到吗？没有。你都不知道你脸上自己带着笑容吗？不知道。在虐猫视频曝光后，王某曾在网上公布了一封道歉信，信中写道：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你说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也是为了一种发泄，是有这种释放的感觉吗？你觉得？有，当时是有。为什么这样可以让一个人觉得释放呢？这个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在公布道歉信之后，黄小小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孔雀明王又在网上爆出，在女王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消费者则来自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这个群体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狂热需求，这种需求被称作 crash fetish，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也就是碾压崇拜。碾压崇拜者往往偏爱裸足、高跟鞋，碾压形式也取决于他们的喜好，其中最为常见的是踩踏和虐兔视频中出现的作压。是说同时自己也喜欢被女性虐待的那一种，就是追求那种女权统治的那一种，明白吗？他看到兔子被虐待被踩死，他就会联想到自己就好像那只兔子那样，就是从中得到某方面的满足跟快感。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随着家庭录像的普及，自己拍摄短片开始流行，关于碾压主题的电影也悄然出现。照片上的这位叫 Jeff Williger， 他是一个拍摄碾压主题而知名的导演。 Jeff Williger 声称，从他2-3岁起就非常喜欢叫别人在自己身上进行踩踏。他拍摄这类影片是为了想向世界介绍关于 crush 这样一个概念和存在。在他最著名的影片 Smash 里，他让女演员光脚踩一只昆虫。这部长达8分钟的影片在1993年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引起了巨大争议。一个观看了片子的昆虫学家评论道：坦率地说，我真的不知道此类影片的观众群是谁，而对这类影片的理解我还有些困难。关于 crush， 也就是碾压崇拜这个群体，实际上很难给它打上一个简单的标签。我翻看过相关的资料，有一些 crush 的爱好者，他天生下来就有这种倾向，还有一些
则是为了寻求刺激或宣泄压力。爱好者中有的喜欢观看碾压行为，有的呢则喜欢亲身感受一下被碾压的感受。您看汽车底下这位老兄，哎，您可千万别觉着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前一段时间呢，我还注意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在超市里边出现了这么一群人，他们喜欢偷偷的把货架上的饼干还有方便面给它捏碎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怪癖，据他们自己说，是为了缓解生活带来的压力。如果说这种碾压的爱好让人哭笑不得的话，那么在整个虐兔事件中出现的 crush 群体就远非这么简单了。2008年，孔雀明王在网络发现了售卖 crush 饰品的 QQ 号，于是加为好友，并装作购买者与之聊天。之后通过这个贩卖者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名叫二级前线的 Q 群。他发现二级前线是个专门以 crush 为主题的群体，聚集了 crush 影片爱好者、影片贩售商以及女王等人。这些人的身份相互重叠，拍摄者中既有单纯牟利的人，也有 crush 爱好者，有些女王也由于不断施虐而演变为爱好者，甚至开始自拍自卖。更为极端的是，这个群主要是针对虐杀哺乳类动物为主题，小鱼小虾已经不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内。据孔雀明王说，这次虐兔女事件中，黄小小所拍摄的视频来自于一个叫四川系列的拍摄组织。除了黄小小外，至于这个组织是谁在拍，究竟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还不清楚，但四川系列目前是国内 crush 圈子里最受欢迎也是最具规模的品牌，光是翻阅它的视频目录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2006年的虐猫女王某则属于另一个品牌深蓝工作室，虽然自那次事件后这个组织解散，但圈子里还流传着深蓝工作室的七八部片子。为什么要踩他的眼睛呢？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因为啊，如果要再谈起这件事，我好像又勾起我这种仇恨。动物只是个替代品，可以不谈这些了，不要谈这些了。这是国外某个网站的踩踏主页，每个商人可以在这个网站注册，然后用自己的主页开设店铺进行售卖光碟活动。据孔雀明王说，这也是四川系列在国外贩售视频的主要场所。起初拍摄者并不打算将视频流入国内市场，这也是模特愿意露脸拍摄和要会说英语的原因。但后来有国内的爱好者在国外网站上找到了这些片子，只需要一张 Visa 卡就能买到，每段七八分钟左右。虐杀的对象包括昆虫、猫、兔、鲸鱼等，价格从$3.7到$9不等。网站明确表示可以提供非常残忍的踩踏视频。虐兔女事件曝光后，网友根据孔雀明王提供的 Q 群资料陆续锁定出了一些成员。从这些资料来看，其中不乏80后，也有50多岁的中年人，职业分布广泛，有白领、学生、 IT 人士、卡车司机等。事实上，早在2006年虐猫事件后，就有不少网友试图去了解这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 crush 视频？这种异于常人的狂热需求和怎样的心理有关呢？我们找到了一段最新的解释。观看动物虐待视频的行为和三种反常心理有关：食虐狂、恋物癖、受虐狂。人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得到满足，这种满足感有时候可以通过羞辱和伤害而获得。一些人通过观看这些录像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满足。这段陈述出自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研究主席凯文·沃尔卡教授。在2010年9月15号，美国参院司法委员会就通过立法禁止出售碾压视频的听证会上，凯文·沃尔卡对于爱好观看动物虐待视频的人群做了如上证词。他还说，成人特别是成年男性知道让他人感到痛苦是一项危险行为，并且受到社会谴责。
因此动物就变成了一种安全的目标。12月9号，在凯文·沃尔卡出席该立法听证会一个多月后，美国正式颁布了动物碾压视频禁止法案。该法案规定，制造、销售、传播、广告、推销和交换动物碾压视频为非法行为，一旦违法，最高将处以7年的监禁。早在1822年，英国就出台了第一部反虐待动物法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禁止虐待动物法。在欧洲一些国家，虐杀的行为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严密监控。现在，在西方的公共媒介中，已经很难再看到前面提到的那位导演 Jeff Willinger 的片子甚至信息。而目前在我国动物保护尚未立法，因此拍摄贩卖虐待动物视频的行为仅仅只是可能遭到舆论的谴责。你当时觉得有风险吗？当时觉得没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违反法律。画面中的这个李某是2006年虐猫女事件中视频的组织拍摄者，在接受新闻调查记者采访时，李某这样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假如当时这个行为是违法，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范，你觉得你会做？不可能，绝对不会。哎，这个底线坚决不能超越。那你当时考虑过说道德这个问题吗？在这个公民道德实施纲要里也没说不让这个虐待动物，也没具体说。随着近年来清华学子泼硫酸伤熊、网络虐猫、汉中打狗以及类似事件接连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动物保护立法。2009年9月，有部分法律专家和民间环保人士共同起草完成了我国首部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并向公众征集意见。我做一个例子啊，到网上恶意传播，比如说高跟鞋踩猫，传播这个视频，啊，很多人说，凡是看到过视频的人都受到刺激的话，我认为判3年是不过分的。常继文，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的首席起草者。常继文认为，所谓虐待动物，指的是由于重大疏忽或故意，以残酷的手段或者方式给动物以不必要的痛苦和伤害，或者以残酷的方式杀害动物。而虐杀视频中的行为已构成了故意虐待。在常继文看来，虐待动物实际上就是在虐待人的心灵，一部以反虐待为底线的动物保护法绝不奢侈。今年6月，在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反虐待动物法专家建议稿已提交至全国人大立法委员会。犯过的错始终会有结算的一天，本想就此了结自己，但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改变，只能一切重新开始。在道歉信的最后，虐兔女黄小小这样写道：我希望我能用我今后所有的时间来疼惜芸芸众生，用所有的时间来好好弥补这个过错，我愿意付出一切努力来赎罪。